钓鱼，啊，谈笑间鱼就上海了，轻轻松松回来，回来，滚！我是春天才能钓春的，很想要吃青鱼的龙爷，是很久没当铁板的李子。OK， 那今天的话呢，听说青鱼很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就特地来先试。那今天说真的不谋而合啊，大家都不谋而合，然后就到我们身后了，对不对？好烦，李轩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在暗抛，就是这个青鱼。青鱼，那我们今天来请一下李轩来教我们家怎么就是钓青鱼。因为他青鱼今天是来吃扣扣啊，扣扣大概这么大一只，那我们准备基本大概跟扣扣一样的大小。这个大概七公分，七五十公分，差不多大小。这只是20克的，那我这只是使用那个石肉，然后我就是上钩跟下钩。像这个啊，主要是你我们杆子抖一下，它会往上扬，然后你停一下，它会往下坠。哦，那青鱼它就是吃这个石肉，我上下钩，上下。那像这上钩也可以，上钩就是抽快一点点，就是主要是你连抽五六下，然后停一下，连抽五六下，停一下。然后像往上钩就抽比较快的方式，那两种方式都会中，那就看自己要用什么方式做掉。OK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回圈，它的是慢铁的部分，所以会这样停下，然后打顿点，然后拉扯一下，停一下，然后呢差不多两下也可以。那你看龙眼的部分的话，那这边的话就会次数比较多下，频率比较高啦，对，次数会比较多下，差不多一样，跟我先讲一样，差不多5到6下，然后停一下，然后拉缓一下。OK， 你看现在人那么多，不，我从那边走，我从那边走过来啊。哇，现在那边大量 play， 大量 play， 哇，每杆杆每杆都在弯，哇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鼻子，改变策略，改变策略什么？先抛再说，是不是？太慢了啦，太慢了，你走一点啊。已经走一滴了，好吧，看来是我没有捡到尾刀，没有捡到，速度不够快，没有跟上。哦，我刚看到，我又看到熟人，让我收一下钱。有喂！有喂！我们狗狗爸的，对，有喂跟白龙，白龙，狗狗爸的。太打招呼了。那一样，每次看到有回的时候，我这边一定要讲一件事情。邀请我。方先生。钓鱼。八。八。OK。这个脚其实也可以。啊。王家，你在讲什么？这个脚。你看，开玩笑就会中鱼了。大家这样谈笑间鱼就上海了，轻轻松松。好旺角，好旺角。哇，这说的是好旺角，瘟疫的好旺角。哦，瘟疫说他手痛。哦，这是很猛哦。哦，我的天。好，上来。来。哦哦哦哦。哎，其实青鱼在水面上好漂亮。哦，这是大。哎，你哦。可以抓家。钓鱼棒。来吧。有点乱炒。哎呦呦，茶米，哦哦哦，要这样子是不是？要这样哦，就不要掉了，就不要掉了。哎、欸，去角落，去角落，他钻，你要线会磨到，你走过去，人要过去。好，带回来，带回来。这就是白灯，大家都亲和力十足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一年只有3天而已。好，来，那个谁，那个尤维借过一下，他起鱼。然后放进来一屁。OK， 钓鱼吧。钓鱼吧，有啊。八 ，OK， 八。八八。其实这个感觉不错，就是大家这样一起玩，然后而且就是会互相礼让，每个人都好像是恐龙。
为什么？浪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尴尬了。跟着龙爷走。我在龙爷的正后面。就有了，有跟有跟。真的白龙很快哦。他那一坨一坨一直行，那个游来游。快哦。你现在在脚下嘛？你等那个查理收回来看看。等我。你看到没有？一头一头丢，丢，赶快丢！不是丢我，丢我的鱼啦！你先起吧。哎，白龙有了。你讨厌，白龙有没有？赶快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被你做，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继续，对，爸，还没拉回来啊？都进来了，都进来了，是是是，有点拉不回来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大家都进来嘛！来，丢点八吧，丢三五千，这样子。来来来，你这个，哎，等，最后再下面吧。哎，快上美食！哎，没有开窗，没在你那边。哦，听你放歌。好，大家都进来吧。好多好多，我们看到满地的鱼。你说你讲什么？我关掉这个，它就掉鱼。它落下咬了。哎呀！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还有一只。我好冲，我怎么到这样冲哎？把它拉回来，把它干回来。往身上冲了，是出哎，对啊，这边的比较粗啊。导演不要跑啊！哦，我这是一出，对啊。我在这边，等，我先，我在这边等。好。加油！把车回来啊！车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好了，来加油！没有。哦。走吧。好，蹲下，OK。摇一把，摇一把，把。有人放哪边啊？哎，走。哦，放龙岩的位置。终于了，终于了。哎，脱钩了，没事，脱钩了。哎，还有哎，有。哎，啊，舒服。他是有在录啊，来，我先收回来，然后等他快接线过来。你要 play 是不是？哎，那等一下，我就把他收回来。可他往哎，他往那边冲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你给我，哦，哇，好大啊！忙碌了一天，哦，小鱼，爸，不要 fever time 了吗 ？fever time， 又来了 ，fever time， 五啊，多，啊走，哎，不累。
好玩，跟那个猴竿好像哦。耶，大金，祝福，来吧。淡定的，淡定，淡定。哦。喂！你看，脸都快快了，快快了，你看，很快。你看脸瞬间露出一丝的怪怪。阿金，阿金，阿金，莉莉，阿金，爸。OK， 累了，真的累了。龙哥，这个冰箱是几公升的？40吧，40的。下次应该买个200。看会不会喝进来。我们已经就是掉包都把鱼送给别人了。对啊，因为爆桶实在是装不下，所以也爸爸说声抱歉呐。够多的，对吧？应该还可以顶一下。那今天其实也玩出心得来了，也是蛮感谢文娟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，对，有趣热心服务帮忙。对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冰箱，爆好爆！其实冰块也没剩多少，里面都是鱼。我们来2个小时，爆桶就差不多九桶，就想走了。对，就是为了这个便当，白灯便当一起吃完。下个季节应该会是白带，那我们白带。OK， 跟谁？好了，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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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。谢谢。